我们这有一个引理，21.1，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一个线性子空间 K 维的子空间，那你就存在一个标准正交集，其中前 K 一个，前 K 个是 W 的这个正标准正交集。那么这个就学过线性代数就很方便了。你首先你选 W 的 basis， 你选 W 的基之后呢，你再把它给拓成这个Rn 的基，然后你再用这个 Gram-Schmidt procedure， 你就把这个变成一个标准正交集，然后你前 k 个自然就是这个什么，这个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说先搞这个 W 的标准正交集，然后呢你再把它拓成 Rn 的，然后再把剩下，你就比如说这是这个 W 的，然后剩下的是这个之后拓成的就是 Rn 的，对吧？这是 Rn 的，然后你把这个呢已经是标准正交集了，你再把这些变成标准正交集，用这个 Gram-Schmidt procedure 就行了。所以我们这个证明我们就跳过了。那么我们主要呢是看21.2说什么定理呢，就是说让 W 是一个 K 维的线性子空间， Rn 的线性子空间，那么就存在一个正交变换，它从 W 满射印到 Rk 乘零，就是满射。好，那么这个定理呢是什么意思呢，就是我们 idea 就是说我们先选取一个标准正交集，用这个引理，然后呢我们考虑那个矩阵，把这个 basis 变成一个矩阵，对吧？然后呢再考虑它这个矩阵是个 ortho matrix， 对吧？所以那个就是个 ortho map， 然后我们再考虑它的逆映射，其实就是我们想要的映射。好，那么这个是21.2。那就首先呢，BN 是什么？ Rn 的标准正交集，对吧？那使得什么 BK 是什么？ W 的标准正交集。好，那么这个 G 呢？B 呢，就是这个 B1BK， 它是个什么？它这个是 N， 这个是 K， 对吧？你这个矩阵 N by K， 对吧？你有 K， 然后你每一个都是个这个 by N。那么你这个 G 呢是一个 ortho map， 对吧？就根据我们 ortho map 的定义，同时呢我们有什么 G 每个 EI 就等于 BI， 对吧？好，所以说consider 我们这个 RK 乘零，那它的 basis 是什么？ E1EK， 对吧？这个 E1 到 EK 呢，它们都是 Rn 的元素，不要忘了。只不过这个到 EK 为止呢，它就是 Rk 乘零的一个基，对吧？仔细想一想，这是 Rn， 那它是，对吧？那么 G 它
他从 RK 乘零until 什么呀 ？W 对吧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你 W 里的每一个向量都可以表示成 BI 的一个线性组合。那你每一个 BI 都可以表示这个，你再去根据既是一个线性映射，对吧？所以，对吧？然后呢？那么 G 负一，它的逆映射。我们想要的，那么 G 逆映射就是 G 逆映射是什么 ？X 等于 B 的逆映射乘 X。既然 B 是一个 ortho matrix， 那 B 负一呢，就是什么 ？transpose。那 B transpose 它也是一个什么标准这个？这个正交矩阵，对吧？所以这没问题的。好，那么这个引理是正比，不是引理就是这个定理。那么我们到下一个，就是我们主要的这节课就两个定理，很快。那么他就说 21.3 说的是什么呢？好，他说的是你存在一个唯一的函数 v，他把每一个 k tuple Rn 的元素映射到一个非负数，使得什么呢？如果 H 是一个正交变 ortho transformation 的话，那 V of 就你看就这个意思，就 V 的 X 的话，它在 ortho transformation 中还是不变的。那么第二个呢，如果 Y1 YK 是RK 的零，也就是说每个 YI 呢都是 ZI， 然后下面都是零，这个 ZI 是 RK 里的元素。那么 V 取上对 Y 这些取一个，那它其实就等于什么 ？determinant of Z1 到 ZK， 那这个 determinant Z1 到 ZK 其实就是什么呀 ？determinant Z1 这个就是这个 parallel pipette， 这个 K 位在 RK， 对吧？在 RK 里的 volume， 对吧？就是这一坨。同时呢，这个 v 呢，它 vanish 当前仅当什么 ？x 要 x k 是这个线性有关的。同时呢 ，v 呢，它有这个是公式，是它的公式，其中呢 ，x 是这个 v x， 其实它就是我们定义的这个体积嘛，就是你把一个 parallel pipette， 你把一组向量映射到一个正整数。那这个正整数就是这个向量所形成的六面体的体积。我们看一下 idea， 这就是 A 呢 ，A 他说了什么 ？A 就说什么 ，V preserves under ortho mapping， 对吧？那 B 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第二个那个 condition， 我们第二个 condition 就是说什么？如果它是 subspace 这个，然后呢，它这个 k dimension volume 其实就是它这个 usual 的这个 k dimension RK。这就是我们第二个，也就是说，同时呢，因为 20.2 这个呢，其实就是什么 ，volume of 这个 parallel pipette 在 RK 里的这个体积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函数呢，这个 V 呢，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体积。好，那么怎么证明呢？第一个，我们先，你看这个，我们知道 V 是等于什么？它的这个平方根，对吧？你说我们先定义 f(x) 等于这一坨，就是它，其中 x 这个 x 要 xk 这个形成的矩阵，背上了我们这个已知的条件。然后呢，我们再定义 v 等于根号 f。好，那么定义第一个呢，就证明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先有这个 h， 然后呢，我们会发现 fax 等于 f(x)。还有这个，我们得到这两条，然后呢，我们再证明这个 f 呢是非负的，其中我们
f 非负的，也就是对于任意的 x 一 x k 形成这个矩阵，我们先用这个，我们先用刚才我们证，其实 last theorem 不应该是 last lemma。我们已知什么？我们上个定理是说什么？我们上个定理是说，你存在一个正交变换，把 w 印到 rk 乘零，对吧？你这个 x 到 xk 它肯定是被包含一个 k 维的，你肯定是包含在一个 k 维的子空间里的。然后你再用这个定理，用一个这个，我们再把它变成这样子的形式。就是这个 rk 乘零，就是这个 z 呢，就是这个，就是 k， 对吧？然后你有 k 个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么具体的证明呢，其实也不是很复杂。我们看，这应该是21.3。根据我们已知的条件，对吧？我们定义 f 等于这个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。ortho map， 好，那么我们看 f a 乘上 x 等于什么？等于 a 乘 x 的转置乘上 a 乘 x。那根据我们矩阵的知识，它对 x 的转置乘 a 的转置乘上 a 乘 x， 对吧？乘 x 中间可以消掉，这边消掉，这边再消掉，就等于什么 ？i n， 对吧？哎，不对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。等于这个，哦，差点以为这两个能消掉了，那糊涂了。那这个其实就是 f(x) 的定义，对吧？好，也就是说，我可以得到这个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。如果 z 是一个 k 乘 k 的矩阵，然后 y 呢是一个 n 乘 k 的矩阵，所以就是 y 就是等于这个什么 z 要相对是零，那么 fy 呢等于什么？其实等于 z 的转置，然后下面就是零，对吧？乘上 z 零这样一个矩阵乘法。那么这个就是等于什么？这两个矩阵乘法算一下，其实它就是等于乘它。那根据我们的定义呢，根据我们这个行列式的这个性质呢，它就等于什么？这个矩，因为你这个行列式的话，转置和它原本的行列式是相等的，对吧？这个 determinant 是一样的。好，那第一步是证完了，第二步我们要证明什么？给定 x 一 x k 在 R n 里，
W 呢？这个 K 维的线性子空间。包含了什么 ？containing， 好，然后呢，让这个 hx 等于 hx 是一个什么？在这个什么21.2，对吧？就是说它这个是从 W 满设的印到这个 RK 乘0，对吧？也就是说什么 A 乘 X 就等于 Z， 根据我们这个线性映射的知识，对吧？那么它等于这个之后呢，我们有什么 ？fx 就等于 ax， 对吧？它呢又等于大于等于零，对吧？平方嘛，对吧？同时呢 ，fx 等于零，当前紧张什么？column 是这个 dependent， 那它 depend 当前紧张什么 ？x e s k 是什么 ？depend， 对吧？根据这个线性代入的知识，它等于零，行业是等于零，就相当于等价于它这个矩阵呢不是满制的，对吧？那也就是说它这个 columns 自己都是相关的，那当前紧张 x 是相关的，根据这个线性映射的这个性质，对吧？这个用定义想一想就行了。然后呢接着我们再定义什么，那么一二就是第一条和第二条性质其实都满足了，对吧？第一条不用担心，第二条只不过是把这个平方给去掉了，对吧？那么它其实就等于它的这个绝对值了，对吧？应该就是正 B 了。那么它接下来就引申出了一个 a b sin c 的，就是这个，对吧？这个体积，高中是学过的。然后呢，我们就会定义一个 volume of parallel pipe， 就是六面体的一个体积呢，就是这个 v 嘛，对吧？同时呢，如果 x 到 x k 呢是这个线性无关的。Rn 里线性无关 ，k 个，对吧？那么它 k 维的体积呢，就是 v 这个。